1983年武阳杯，那个时候全国冠军只有五个人，分别是杨冠林、李毅霆、胡荣华、柳大华，还有新科状元李来群。这届武阳杯呢来了四个人，李毅霆自大没去。赛事呢在广州举办，四个人分成两组，比赛呢分为两个阶段，这局是第二阶段最后一轮，魔术杨冠林对战神算的李来群。赛前呢他俩战绩是一胜一负一和，积分相同。这一局是争夺第三名的关键，前两名是柳大华和胡荣华，那四个人比赛第三名总好过第四名垫底儿啊，双方都想赢，列位请看棋盘。对了，本局是面条点播的，开局神算的视角炮，魔术挺卒，红旗编马对手架中炮了，红旗跳马护中兵，黑方也来一个，现在红方挺兵活马，黑方就提前亮车。李特抢一步，黑方两头蛇让这马难受，红方摆炮要亮左车，这是红方的一个战术。如果说你不平炮，你随便补个士或者补个象无所谓，那么黑方就可以走马儿进三了，那你这个视角炮就没法针对了。如果还去串打，黑方有个炮击中兵一将，正是因为你补齐了，红方吃炮，黑方打掉，这么下黑方占优啊，红方马在这儿，前方无路啊，黑方随时可以还个中炮，还有车一平二的先生，红方不合适。当时考虑到这一点了，红方是象先不动，平炮准备出左车，你只要跳马，那我就串打，魔术炮二平三，小卒过河不行啊，补个象。黑方呢就是不想挑边马，他进炮吃兵，留出正马位置。那炮走了，红方又车过河，准备压马欺负他。黑方调形卸中炮，捉马就补象。红出左车，黑跳正马。红方抓下过河炮，将这马引上来，然后视角炮往前伸，别马腿要吃中卒，这招挺高啊，不能冲，平车捉双。黑方补士吃炮，红方杀掉中卒，锁死中士，对手再把象补起来。什么情况呢？红方炮被打着，但是不能走，黑方马蹬着车呢，平车对捉，黑方吃，红方吃，这炮咋办？哎，有救，进炮连环，棋下惊险呢，你还不能进兵，这边炮打着车，红方选择回马先咬住，黑方抬高车，当前局面如果红方直接马换炮，黑方射过来，红方兵五进一再抓，他始终有一个进炮打马的棋，红方先补一手，黑方车一平三，有大哥撑腰，小卒能过河，红方怎么应对呢？黑方三路线啊，占了四个人，现场回马，这不就可以平炮牵制了吗？非常合理。黑方出车，红方摆炮，这是先手，因为红方准备踩炮了，黑方打过来，红方不吃车了吗？魔术对子儿简化，双方换掉了。哎，红方刚才这个回马线又使上了，往边路蹦踩一下炮，黑方不躲不行了，红方给炮换了，打掉兵五进一，黑方的炮有根呐，你要是打兵啊，红方给他冲起来了，又是捉炮，那不动了，上马，红方中兵过河，黑方踩上来，这也要过卒啊，要是拉起防线的话，黑方有可能会进炮别象腿，红方是不是得管，黑方车杀进来了，也是有风险，现场冲兵活马不理他了，黑方过卒，马有根了，黑方下一步吃兵打车，
红方冲起来不让打，对手进车过河，这个棋已经是挺危险了。红方到底是进攻还是求和，要做出选择了。有句话叫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你说对子儿吧，这个确实要比进攻平稳一些，那这属于求和呀，能不能和还不一定呢。黑方都可以不吃车啊，你吃完他马上来，就在这等着平个炮，你要是吃车我就拱了，下一步给一路兵干掉，黑方多俩卒，这残局黑方优势啊。其实红方除了对子呢，还有一套走法是可以考虑的，那就是进兵。你如果去别象腿，那我就平车保着中象，来个一兵换双象，他这个象还不能飞走，因为什么呢？红方先吃卒，你黑方砍象，红方平兵车将，这个小卒死了，马只有一个根，你不能对子儿，你对子儿我就吃马，有这么个事儿。那不能对子儿，这一将不是，红方冲下去了，这是白丢。所以说黑方不能飞象，他如果先发制人，那红方就飞了。黑方吃象，红方打车，躲开拱象，吃吃，不是平车。这期有点说法，最起码能有来有回，可以纠缠。实战的话，红方四个字苦不堪言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当时红方没有对车，没有进兵，他选择上马。黑方别象腿儿，红旗回马登车，走出问题了，问题还不小呢。魔术平车抓炮，红方躲开，黑方踩掉中象，马在中间，黑方车下底能破势啊。这退车防守也不好下，黑方可以卧槽，一会儿退炮马将出老帅往这儿平，你要是回马挡住，黑方进卒，太被动了。现场红方也不管了，进炮吃卒，黑方将军落势，砍士将上帅回马登车，一招毙命，抵挡不住了。红方躲车，黑方退炮呗。红方顽强点回马，踩着过河卒，这里对着车，那黑方卒就不要了，杀士呗，踩掉。之后进马将呗，老帅上天抠死了，出来的话平炮将，这不好弄了，根本抵挡不住。那届比赛最终排名就是柳大华、胡荣华、杨关林、李来群，当时李特还很年轻，他在下一届，也就是第四届五羊杯夺冠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